我觉得 creative conversation 是蛮好的，因为感觉上 group 没有很大，比较小，所以可能对年轻的创意朋友来讲，比较有机会能够真的跟讲师们，就是一些很资深的创业人员，有一个比较好的沟通，然后可能在那里可以学习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，可能比较直接吧。